我青菜店姐卖红蛋呐！不对了，没打。我丢。好，谢谢啊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我怀孕了。啊？不是你的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我把你整间店都顶下来，我连你的人生我都顶。 高嘉悦，救命！救命！哎呦！哎哎哎！我那你不干呢？妈，今妈是被安怎了？你去。爸妈年纪都大了，你没有尽到照顾他们责任就算了，你还想留在家里啃老，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很失败吗？不是啊，你过来干嘛啦？你有谁会跟你抱在一起啊？什么感觉？ 还是你连生气的勇气都没有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去死一死啊？你是在外面出事了？江江，我说回来看看你。我青菜店姐卖红蛋呐！不对了，没打。我丢。好，谢谢啊！加油！好好好，加油！我怀孕了。啊？不是你的。 小新，好久不见，有生之年能够长这么大算不错了。想歪不如想我，但真的好想好好疼疼你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高中同学啊。你呢？哦，我们是网络同学啊。有时候感觉到，就会想今天也抓着他，才不会活到最后，在你死掉之前，什么都不记得。 哎，那个雅静，要好的。我会，你也要。我会。今年九月 ，TVBS 42台《有生之年》，敬请期待。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张文雄，是欧巴桑，丹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S，我们是 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